金佳慧曾当着观众和剧组演员的面控诉蒋勤勤和自己老公张孝正拍戏时举动亲密，更是直言蒋勤勤敢做不敢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在风云的宣传会上，金佳慧说自己没撒谎，愿意和他对质。此消息爆出后，整个娱乐圈都惊讶不已。对此，蒋勤勤赶忙发布了澄清，说外界的都是谣言不可信，自己坚信公道自在人心。恼羞成怒的丁佳慧直言自己手里还掌握着证据，不想公开，只不过是给双方留下了面子，毕竟人家妻子都出面指名道姓的说了，难道还有假不成？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于佳慧就是在说谎，还说的那么大义凛然，有理有据。直到几年以后，这件事才有了最后的结果。据悉，当初之所以说出那句话，完全是因为节目效果，并不是真的。可是这段迟来已久的澄清，却是让蒋勤勤暗淡了好久，才走出阴暗。后来又因吴越因演小300爆红，蒋勤勤也再次被波及。然而这一次，她再也无法忍受，连续两次发出律师函，她称自己背了12年锅，不会再背下去了。结果是蒋勤勤胜诉，她的小三称呼终于被摘掉。而此时的蒋勤勤，更是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很少拍戏。她最近一次出现，还是和陈建斌上了一档综艺节目，但陈建斌在节目中的表现，让网友直言她嫁错了人。